好多那个药水跟那个吃好多颗哎。有看到，在哪边？看到在哪边？来，给，好，稍微等一下，等补士啊，左上角。我们接着杀过去吧。瞬移。好，试试看。等一下，不要急着开哦。不是、啊，我们再绕绕了。你要喊你是什么名字？那大家练习一下，我顺便教大家怎么打架之王。比如说我是谁谁谁，对。啊，干你娘！卖鬼！卖鬼啦！把阿北来的，干你些，那过去会死、啊。有啊，我们就看到一只镰刀。打掉了，还没。我们在打，不然在打，正在打，打掉了。你起扣很多、欸，你要绕给所有人打得到的位置，靠边！好惨，你看，这次有没有吃掉过？我想问一下。打镰刀啊！我打镰刀啊！我说不是65个，对啊，65个，是不是钓鱼的？
需要镰刀出来比较简单。我来负责镰刀啊，你负责带那只武士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图片拍照，然后我们看，只要出好宝的话，有的说。暂时先。说进不来，进不来，你变那个员工，我去打那个镰刀。谁在希望？他说你会扣血吗？好像不是你，谁那么硬？拉出来一点，当然啊，反正是啊，八格啊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痛！来拖，把那个镰刀打掉。
到时候你们可能要帮忙一下，如果再麻烦，我觉得还是稍微比较好。这个很多啊，他们跳楼的。因为可能好几千人，那个这个登记起来会比较麻烦。哦，没关系啊、哦，我知道你没事，没关系，那么久了。今天怪怪的，我们在打同一只可以干什么？不是两个。那刀一定是他的武器的，不要给，我是觉得应该可以帮他加 buff 的。很厉害，我骂好多刀。阿瑞，你就继续打那个王就对了。谁是韩国？找不到，理论上是没错，对，但是那个剑还是要打。痛哎、欸！哇，你的防还蛮高的、欸，感觉到我这样。这是魔法攻击的是不是？
WISO 那边。Killer 有点危险。打掉了，打掉了。白痴，那刀跑到旁边去了。要是我们再打，要是我们再打，把它拉上来一点。对，我在吸网吧，啊，拉上来一点。不晓得那个刀会不会这样帮他加 bug 啊？因为在隔壁房间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请把刀清掉了。靠背啊，靠背，看我不需要我吗？不需要我吗？你再救回来。韩国人进来了，上面有一只。一只新疆啊。所以我就问你们说，你们要给我正确的情报。我打因为那个什么，那只杀掉他。
而且你在吸完，你不要稍微拖出来一点点，不然瞬移，然后危险就瞬移，你快死了，不要死掉。哎，干嘛打到 killer 了？应该是是我拉，是我拉到拖去。好多剑哦，越来越多了。我们，怎么讲？我们打得轻松就好了，你听得懂意思吗？我们没有一直喷血，一直飞啊，一直死就没有问题，听得懂那个逻辑啊？对。阿瑞，你帮忙动，你要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边太 K 了，太多小怪了。怪要劈两刀，然后就过去，怪劈两刀就过去。我觉得自动打怪功能设计还不错。好，我们这位置应该差不多了。你在打剑啊？阿瑞，你来打王，那个剑给我打了。buff 你们都有吃哦， buff 要全吃哦。是干嘛？你打了密室吧，我先问你。谁的麦？不要右键调200%，再试一试。没办法，我现在最大了。韩国人，打掉了。继续吃，我来杀。遭受敌人攻击了。
系，反正我会分配。然后假设真的是可能吃不下或什么状况，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就好了。你是打什么球？都例如说怎么，你可能弄个什么时间，例如说我们在打篮球之类的。你们全部去打，刀交给我就好了。确定没？你看你血花，弄啥？反正刀就是要把劈掉的。这里有刀，我们刀哪里有刀？有看到我们都打完了，进的话可以，我就不用往前。哎呀，他们刀不会痛。门口旁边有三把刀哎，门口。这样才不会累格啊，懂那概念吗？哦，我终于知道他们所谓的他们很有自信的技术是什么了，你懂我意思了吗？就你双方在打，可是他用不同分流的那种方式。
记得有一个东西可以控制那个圈圈的大小，然后在里面搞起来。现在就是这样。那再跳，那就晕脚了。打三十分，三十二分钟了，左右。按手，然后再来呗。哎，然后嘞。攻击的下面，哎，攻击，然后下面使用取消。哦，尺寸我看到了，好，可以接了。再打二十分钟，应该够吧？遭受敌人攻击，帮我杀这个 WI 遭受敌人攻击。阿瑞，你不要这边晃。没有你，晚点教你怎么点。不是拉圈圈，要拉圈圈出来。然后你点的时候，要往来，往这边。我刚有打了。你要一直晕他，那你这手腕好不好？看你魔力满满的。
我觉得平常应该有差，因为那 buff 叫不出来有差。还有其他网吗？我觉得会叫剑出来，应该就是代表他扣血。我觉得他快死了，他都没有必要叫那么多剑。锤王吧，关羽分羽说糟了，没有，你们都打，刀交给我就好了。我想加你跟那个敌人都输出。还有金刀我操！妈是，妈金刀的。叫不放了。
绿色的应该是中毒之类的。招越招越快，真的耶，他扣防耶，扣十防耶。现在只有3.2分，记一下时间，不然被他们吃掉。我没有喷饱，因为喷饱这里面会出现。
Killer 被引走了。断了一只晕他，you
是很犹豫，感觉又快死了，现在退又退那么多。你这么看，可你要知道，剑从100、200、300变400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代表他是有在扣血。那问题的点就在于说，400剑之后的 buff 有没有其中一把帮他扣血？这个才是比较讨论的点。所以我就那个刀出来之后一定要先提刀，一定要先提刀。但是招剑的速度变快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哇哦！想真的，来拉回去，拉回去。那个蓝波的，我要处理他。拉上了，
太远了吧。还想打，大家忍不住啊！右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，旁边的铃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。我是皮白星，我老绕绕绕。